各位来宾，今日嚟参加我呢个私人选美会咧吓，小弟不胜荣啊！好，现在准备啦吓，哇，美女国艺咧，英语尽都齐，等我对大众咧讲一讲竞选嘅问题。我哋唔话照普通选美旧条例，但求有妙处解得通。先生啊，咁批评下我啦！哇，乜乜你咁肥啊？吓，200几磅啫嘛！哇，咁肥咩咩好啊？哎呀，我就好做健美啊！如果将我嚟当猪肉卖啊，值好多钱噶！哦，你咁样计，靓你最够健美，腰样仲更肥，嗰阵靓上靓。哨牙，哎呀，咁嘢好啊嘛，哦，点解咧？嗱，我睇嘢咧，就一眼就变晒咯噃。如果哨牙咧，最好就入西瓜。哦，咁样，哈哈，正确有实际，一眼就变齐。你猛中凑个零得样弊，你话谈到入西瓜。爽快又流利，有妙处认啊个，就选你入围。先生啊，轮到我啦。咦，你堂妹噶噃？系啊，就系咁至靓咯。嗱，呢啲叫曲线美，人哋嘅曲线咧就喺胸前噶，之但系我嘅曲线咧我喺背后嘅，所以咁至特色噶嘛。哇，又系喎、啊。笑到我绝 A， 你的曲线亦算奇，坐落似猛攻，如果你夹得似和味，我还要啊转叫，好处在其二，志在你讲得通，亦可占便宜。哎，先生啊，最后啦是我啦，哦，你掹鸡斗皮。我掹鸡啦，掹得跳啦，我个豆皮啦，豆针要啦，呢粒豆皮啦，我三分贵啊，先生啊，唔该你啦，跟我数下个豆皮啦。哦，最靓处系你，一对大眼眉，靓在有掹啊鸡，仲有薄薄嘅豆皮，咩你还有啊猪渣胆嘅大鞋皮。好啦，我奉敬。有一杯，各位共飲小妹妹，靚友飲杯啊！